哇！顺顺可以，出马龙虾，哇！回过来，回来过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吴。现在呢，我人在车上，已经抵达了中立了。我今天的司机呢是这一位卡特先生，以及带了两位小伙伴丁丁以及珊珊。我今天来探店啦。现在最红的呢夹娃娃机店就在中立了。我跟你讲，据说里面很多食物零食。然后跟我讲这间店的人是嘉文，他就跟我说这间夹娃娃机店超好夹，因为它很大间，之外呢，大家进去都是一箱一箱的扛出来。他这样跟我说，真的吗？因为他是真的有来。 然后他跟他老公就是一箱一箱的搬出来这样子，我不会夹的人也可以吗？我不知道，看好像是真的，真的是一箱一箱搬，拿着篮子，然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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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挑战1000元，到底能够带多少东西回家？啊，1000元可以夹100次哦。车上放不下，没有把这车装满，就是不要回家了，好不好？拜托。先问啦，觉得谁最会夹啦？你啊，是你。我觉得我蛮会夹的。 夹到3个东西，3个东西，我觉得很会夹，真的假的？我觉得呢，我是保夹类型的，你说头满吗？对，就是不管有什么东西，我就要拿到手这样。感觉是不是夹？感觉是不是夹？应该有箱子吧？有有有有，还是这里有推车，我们讲。好期待哦！他写说全台最好出货的夹娃娃机店呢 ，Oh my god！ 一定要夹。那今天呢，我们规则呢，就是1000元，好不好？1000元让我们去夹，先看状况。像是例如说，可能珊珊状态不好，那就少夹一点。好的，没问题。珊珊，你可以去 Seven 买几包，现在旁边吃。我在旁边帮你们粘箱子啊。对的。你看一下里面超大间的。对，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你要先拿一箱才。你看啊，超满的。好香耶，它好轻松，它这样。真的轻轻松松的丢进去，我觉得我们有机会了。好兴奋哦。真的。 才100次哎，不用看一下小不想要的，看。你看这个藏物真的很赞。好多零食哦。看这里全部都是。小朋友也很多哎。小朋友很爱。可是能比想象中的多很多。嗯，3间靠你了，3。这个也是吧？这个也是夹的。这个很大包，可以夹起来。好酷哦。这个声音好爽哦。怎么样？有看到想要夹的吗？我发现它有贴那个哎。贴什么？ 好可爱哦！好可以拿一度，拿一度2是大人可以轻易夹出的，这么高吧？好的，拉你这么远，你这么会夹可以吧？这是2颗星的，2颗星。这个比较简单啊，10块来吧，你平安。出来，出来。哎哎哎！一次你一次了。出来吧，出来，要要要要！哎哎，划算划算。其实20块蛮 OK 的。反正你有可能10块哦。这边是我们的公积金，你看它是真的会来帮你瞧一下位置哦，就不会让你都夹不到这样。大概有写那个食物的有效期限。哦，了解。这才1颗星哎。对啊，没关系。哎，感觉1颗星应该要一次夹2瓶才叫厉害。我一推能很难的。哎，而且这个超牛奶是好像是卖49块什么的。哦。哎，你敲这边没屁用啊。 来啦！我示范大师来了，大师来了。是什么？你要甩他，这样。哎哎哎，大师，好紧张，好紧张。这个已经出了，这个已经出了。哎哎哎哎，怎么的？哎，1颗星，1颗星，怎么的？我要出了吗？还是上面的把它推下来？那种，你把它滚出来啊！滚出来！去了去了。 加油！滚下来吧，滚下啊！哎，放心，我们这边花了70块，对不对？哎，要！Oh my god！好的，不要了，不要了，但这个牛奶的部分呢，花了大概快100块，惨败，量力而为。我们换别的，没关系，泡面，泡面好吃。珊珊，我觉得把你带面回家。哎哎哎！哦哦哦哦！奇怪，卡特很赞，卡特很赞。这个吗？加油！加油！好丑。
今天的金额都交给卡特。丁丁有刚才有说他是蛮会假的哦。哦，哎、欸，其实是有机会，爪力算强哎、欸，算是蛮良心的，因为他爪力其实蛮够的。哦哦，哇，哎、欸，身体真的会跟着咬哎、欸，哎、欸，他对你很好哎、欸，这超好夹的、欸，超可爱，这个我就推一下就出来了吧。如果没有夹到，哎、欸，这恭喜大家，哎、欸，这没有夹到，你再吐一千块出来。不可能没有夹到吧？一千块，来啊！有啊！哇！胜利之舞，真的！哎、欸，怎么没有砸到啊？十元，干了这可惜了。放得不错，来走走。我想要喝这个。啊，好，喝这个。哎，这个。小孩就能轻易夹住，加油！小孩就能轻易夹住。丁丁来，加油，加油！你们这没中真的蛮丢脸的。我丢脸！中了！丢脸！男生，我们跟奶类没有缘。对，发现吗？嗯。我觉得不要，我跟这个没有缘，真的没有缘。不要夹那个瓶瓶罐罐。我们从来没中过瓶瓶罐罐，我们浪费了150左右。对，你看嘛。有！再一次！有啊！有！很过分哎。小孩就能轻易哎、欸、没有哎、欸、六十了可以啊7083我想在92包对不可能没有道理啊出了耶、yeah! 哎130包瞬间慢慢有点回本这个呢因为它这边可以滑下来的话是如果那个可是这边上面其实有点难130包太邪了！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直夹这个圆的，因为它会直接松掉。对，要这样。来，你看要这样它才会甩得动。加油！来，好想吃。有了！在！有了！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赞！这边不合夹回家，刚刚客气，我们夹垮它。再我觉得直接夹单吧，不要再勾了，因为我们没有实力。没有问题，我们就顺。可以，出马龙虾，哇！失败，再来，而且我发现珊珊喜欢一些看起来比较便宜的食物。来，我就可以，来，再跑。哦，可以，珊珊自己来，好 ，Go！ 出了，有。快乐！这样子，哎，各位，我们的车，哎，我们很赞吗？我是那个举弱的。跳出来！一点滑，对，它要滑出来。我们是不是脚都绝跳？我觉得有哎，我们先花了700多块来这个。你脚有点绝对。来了！等一下就对了嘛。蛮厉害的，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有10块夹到就丢脸，但是20块就亏本的感觉。来了，冲！耶！我想要隔壁的养乐多，隔壁养乐多，我们扫货，养乐多，加油！拜托！感觉可以把它滚出来。
有，是不是发现诀窍了？这狠的，我跟你讲，你不能讲到底。对，就是你要先，你不能讲，然后这样子，对吧？什么意思？这样，哦，两颊，是不是？你很赞呢，欸！我找到诀窍了，我要再另外一个男生。哎，因为时间满了。出来吧！好了，来下一个，不可能追回去。这个美露，哦，你最爱美露。还有，弟弟，你今天如果没夹到，就太丢脸了。压力好大。来吧，美露，美露，来吧。两个，看到没？十块是美露的孩子，十块两个，加油！有，三十块没有我想要，就是亏本哦。左点，推吧，来吧。三来了，两只马铃薯吗？好傻眼哦，把它刮下来，不要刮回去，拜托，不要刮回去。来，回过来。其实你的意思也是十块夹一个，够。不要再说没有爱了。是十块，还没有夹就已经。现在如果有可能是十块夹两个，对不对？对，有可能。好，来吧。来吧，加油！快了，可以。两瓶有了。要有奶油。哎，好扯哦！好扯哦！差一瓶。200块砸到这一瓶，对，200块，买星巴克的感觉，对，这瓶200，这瓶200，二四六八十，我们就剩100了，刚好剩100块，加油，继续找，硬，果冻吗？我要硬，来，这个能量饮料，哎，外面好像是卖30几块，40几块哦，有，啊，好难哦，葡萄，有，来，靠靠哥又来了，好的，靠靠哥，来，先老师。完了，这怎么办？随缘。哇！20块，我们最后20哦。这边想要吃虾味鲜。马克头真的很痛。你很棒，不中了。还差10元。10块要中了吗？虾味鲜。前面的成本不知道多少，但是差不多快。这里吗？你是全新的你的。好，救了你。好的，我们今天愉快的结束了，去结算一下我们夹多少。其实我们这样是不是不算回本啊？就是看一下1000块换了这些东西，可就是多一个乐趣，而且感觉会夹的人会赚钱。对，就我觉得，如果你想夹娃娃，但是又不想要夹一些公仔啊，就是零食，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很赞呢。你看这个泡面。对，泡面很赞。你看这个虾饼皮就很大，看起来就很澎湃。这个人真的用来拜拜，今天可以烧金子的。我是土地公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很赞哎！有没有这样？但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回本吗？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因为我们1000块，应该少。那这些应该都可能一半有吧。好啦，这就是我们来到中立的夹子园夹娃娃大挑战啦，应该说夹很多食物啦，有没有回本一回事？有趣，好玩好玩。对，而且我觉得会夹的人应该是会回本的。会赚钱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来这边玩一下咯。喜欢我们的话呢，记得分享、订阅、按赞、追踪，最后怎么样呢？开铃铛，下次见哦，拜拜。这个夹不到，我跟你讲，你真的就搞笑了。我想不可能，我没夹到，我就是立马丢1000块让你们玩。好 ，Yes， 拜托不要给他夹到。拜托，耶！哎，1000块，1000块，哎，你也很夸，我丢。